是的，那么我们也相信我们所有的歌迷朋友们保持好秩序，让我们把最舒适的这个环境给JJ，让各位来给你签名好吗？好。是的，那各位歌迷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把手中第几个一百天这张歌词本拍，我们把里面的歌词本的首页，我们JJ只签他首页的名字。好的，是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站在这边，全部看的是相机，我们把手中的歌词本举起来给JJ看一下，好吗？看一下，哇，谢谢。
好厉害，谢谢你的支持。是的，好的，是，请各位把歌词本拿出来，准备好，有秩序的准备好，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签售会了。是的，在我们的签售过程当中，还是希望各位歌迷朋友们不要把闪光的仪器带上来。是的，各位注意到他们在吹几吹，大家小心，我们都说我们最听坚决的话了，大家保持好秩序好吗？好了，下面我们的签售会现在正式开始，有请主持人。有请主持人，谢谢，辛苦。啊，先生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么啰嗦？祝娟姐的新专辑大卖，好不好啊？来，一二三，娟姐新专辑大卖！谢谢谢谢。好的，那么再一次谢谢所有的歌迷朋友来支持娟姐，支持好音乐，谢谢大家。